中部就包括非常多的抗旱水井跟浮流水等等。那这个抗旱水井，我们 2.0 本来我们打算可以增加的水量是16万吨哈，那结果我们在台中这边试做一两个礼拜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抗旱水井呢，增加到从原来的25口增加到88口，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情境呢，可以公五停二可以度过哈，那目前是没有公示停山的打算。